Hello，嗨，我的这个偶像和榜样就是，应该很多人都知道，这应该是战歌肖战。因为他其实我知道他是人气很高的一个偶像，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人气高去把他当做榜样，是在他，我知道他是一直在默默的去沉淀自己，然后直到他。之后，然后被大家发现，被大家喜爱，他可能突然一下他火了，他涨了很多的粉丝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他没有去，忘掉自己的初心，然后还一直，而且还就是越来越稳定这样的去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比如说表演啊，然后唱歌啊之类也有参与，就很全面，就没有被那些外在的东西所干扰。明白明白，其实刚才月如和韩旭说的相对来说还是能直接一点，他们。